一片片用真情呼唤你的名，一句句希望你轻轻吟一声，遥远的人生路途你怎一半，不管爱你的人心慧真老师好，你好，是师娘好。慧真老师唱这个感情歌，真的就有愧靠，感情度非常的有呢。是哈，是是是是。我喜欢唱这首歌。你非常喜欢这首歌，对。所以也是你跟你这个安娜达也是常常在表演，对不对？这首歌我曾经也比赛过。200多个人，我是进入第6名以内。能霸王的人真的是有实力。因为刚刚听了，我觉得感情度非常的深哈。老师就是喜欢挑这种感情歌了，谢谢。非常好，非常感谢我们慧真老师。